种下雪天还来打鱼，全网只有你一个了。想吃鱼你还怕下雪啊？哎，副站长，来，你看，这么大石头下面肯定有鱼啊。你瞧，那里面还有呢。好多啊，两个石头还没撬开，肯定还有哦。那两条大的啊，这里嘴巴还在动。这边有两条啊。哪里啊？走啊，那边冒出来了。这个石头下面垂了五条啊。好，下火线，这个下雪天有点冷啊。领导老李说，他说这种鱼用钓的是最好的，但是现在这个冬天钓不到啊，只能用这个方法。我们这里今年是下的第三场雨。你看那些地方都白了啊。你看那还有一个大石头啊，那个石头下面应该有鱼的啊。就是这个石头啊，这个石头下面肯定有鱼。嘿，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哦，出来了。来，这里还有一条。哇，这两条漂亮哦！哦，这个是个自拍，我以为是条鱼的。啊，这个拉紧，我们把它捡起来。再把它掀开看一下啊。这个石头这么大，不可能飞的。哦，看到了。哦，先开了。来。哟，好冷啊！这个风吹起来。你看够鱼叉了没有？那还少了点吧。那去上面垂两个啊。哦，再去垂一点。你帮我拿鱼叉。好。上面那个位置了，这里，哎，这里两个好位置。哎，你看，就是这两个石头啊，这两个石头下面是空的啊，这下面应该有鱼的。你这是冬天在干夏天的活呀？对呀，这些有风的裙子。这锤一下一点都不冷。夏天你这样子锤还不还好一点，冬天呀这样子我都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？哎呀，这没威力不大，刚才。嗯。是搞成冰了。才搞了一条。你看。这在雪地上给它冰一下，看一下还有没有。啊，这个是还没有。没有了，就搞了这一条，差不多了。我们看一下收获啊，差不多有一餐了啊。我们不能贪得无厌，要留一些下次想吃的时候再过来打。好的，我们准备回去了。喜欢看抓鱼视频的，给我点个赞，点个关注哦。